新一輪消費券就快有得拎，3000蚊嘅消費券會喺星期日派發。八達通星期四公布，會喺18號同25號朝早10點起，透過 App 分兩日各派50000張10蚊現金券，會以先到先得嘅形式送出，可以喺港鐵車站嘅指定商店使用，購買任何金額都可以扣減。如果拎消費券嗰陣，八達通裏邊嘅金額超過3000蚊，大家都唔使擔心，因為公共交通津貼同消費券係可以分幾次拎，直到拎足曬所有款項。八達通營業及事務總監李玉兒透露，正喺度全面提升八達通嘅儲值限額，進度已經超過95%。全面完成更新同測試之後，就會提升儲值限額。